这次呢，东龙宫呢，在三寮恩东龙宫，为了我们春节期间呢，特别为服务我们所有的信众跟我们的民众，特别展出的古铜器展哈。那这段期间呢，从1月15号到2月15号，欢迎所有有爱好者呢来参观。那我们这些文物呢，是我们这些前辈的委员呢，很早期到大陆收集哈，比较有意义的一些铜制品。那收藏到现在，那在春节期间特别提出来呢，分享我们所有的香炉呢，蛮特别的哈。我们一般的香炉呢，两侧呢都是一个酸泥哈，因为龙之九子的酸泥，它的特性呢就是能够吸烟哈。可是酸泥呢，它坐在我们这个香炉的上面，它意义呢是我能够香火鼎盛哦。那希望呢你们来之后呢，看到它也能够带给你很好的平安跟喜乐。谢谢。